眼镜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这个也快八张了，哼这样有努力的目标了，所以眼镜系列都可以合掉了。啊，球也快升等了，这里两等，然后一张、两张，还要两张。然后鞋子这个多一个，我猜这一次应该是需要黄金和黄金吧，因为如果是这样子，只有 23%， 但我现在数量蛮多的，所以我应该要黄金和黄金拉到 65%， 或是这样子，18，这样是18。哦，算了，我还是黄金和黄金就好了。哼哼 ，Go！ 干，垃圾！鞋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哦哦，听一咯，冲了耶，啊，这个也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也是体力消耗比加一好，因为消耗直接省掉加二加，直接省掉两到三格。好，这个变化球球第三张，听一张，一二传球技能，我是觉得我手套真的不用留，手套特效应该也没有多炫炮，我想要拿这个变化球，然后传球技能我觉得盯再高好像也没用。八张，哦，这个倒是有用，因为这是传球力量，我这里也两等了，就跟这个一样。然后这个好，继续合，停一张啊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够。球 ，Go！ 哇，打手，这个我不要。I got you, I got you。一加二，又一个鸟的。哦，鞋子的对子来了，而且是很好哦。看一下。刚好是我要的，有加传球技能。鞋子的对子来了，这样子秋哥的就不用了。但这个强化上去不知道是加手速还是加什么，缺银缺铜。铜可以换金，换16个，还是有人知道的吗？有没有人知道他是加上去加什么？正常来说，写在前面的应该是会加的啦。
正常来说，加手速水哦。谢谢分享，那我就夏目夏目の一個。所以手速加热了，这样子我可以换回，我好像可以换回我的这个组合咯，缺手速一点，换球衣，外野手速，先随便穿。跑速够够够够，而且这只手速也够。这双鞋跑速加一，姑且先留着，因为它有加敏捷。打击手套先留校勘察，因为泰山这个感觉是比较容易撑到三八张啊。打手先保留，但手背手套，我之后是还蛮肯定，我想要用传球技能的，或者是这个变化球增加的，所以我这个可以合掉，这个艾肯也可以合掉，眼镜我也很想合掉，眼镜我非常的想合掉，但我先一个一个处理。嗯，没看过的。嗯，这也是没看过的。好，我要来处理眼镜了。这个90的超雷了。这个球我记得我之前也合过一次，走开！我球已经要用三等卡了。哦，大地士鞋子的，等一下再看一次。这个球都可以走了。眼镜都合掉，爆了！哦，对子来了，我眼镜都要让他走了。哇，也这个也是对子，跑速是有机会有用啦，因为我现在左外刚好缺手速才留着，390爆，加减加减，合成棒球卡，所以再来要150，检查一下啊。这个手套都先锁起来，手背范围加热，这个到时候手背加热，传球加热是可，传球技能加热是可以留啦。然后这个 AS 加传球技能，我觉得敏捷好像比较有用，但我现在已经有这个了，这个也可以留，因为它算对子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它强化上去之后是怎样，是只有加一跑速还是怎样？秋哥的可以合掉了，秋哥跟这两张打手，或是四张打手其实都可以合，先合秋哥跟
这个单调的打手。对啊，制作很难呢，我觉得用合的还比较快。刚好身上也很多杂的棒球卡。嗯，不是我要的。如果是那个减少体力消耗一次，然后又是投到最大值，那个我就蛮想要的。原来身上超多杂卡。喂？嗯，好像有点幸运哦，是不是？三张了，这样我有点尴尬。没关系，保留。我把这三张棒球卡先合掉，千百红百道。爆了！再合掉这个，因为打手我比较想用黄金卡就好了。再来一支，嗯，他是不是想要跟着我啊？这一对卡，我有种预感，他想要留着，留下来，他想要留下来，不然今天就先合到这啊，这个可以合掉，六次双杀，全体投手一趴几率，所有基本能力设为90。嗯，我刚刚之前合掉的是打者，那这次是投手，设为基本90，这个有得玩哦。哇，打者那个没录用，但这个投手我觉得我可以玩玩看。一球也好，我觉得这个一球也好。看来这次今天就合到这了，已经算成功几率非常大了。钻石卡才爆两次，重点是黄金卡我还凑到一组对子，应该说直接糊了。但是现在没钻石可以去，没有金银铜可以把它强化上去。然后这个也算是拿到一组对子，蛮不错的、欸。这个合成 65% 没有想象中低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多合成一下。不然制作棒球卡太亏金银铜，那亏完金银铜，你就算拿到要的金要的装备了，可是要的棒球卡，可是你又没有金银铜去把它强化，所以可以多合成，反正这些卡也是砸在那边而已。